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本意退隐江湖的天剑无名，在荒野中救了一名神秘少女。少女自称貌似跨越了无数平行时空，带来一则预言。银河深处，一支名为黑洞帝国的势力正在崛起，3000年后将入侵至此。为了保存实力，风云二人自愿接受天外技术，以量子形态沉睡于世，等待时机苏醒。而后该时空无名化名为穆红云，利用天外技术打开了人体基因锁，开发出强大的体内能量脉能。预言时间临近，一颗小行星意外撞击了地球，人类被迫转移地下城，人类进入至暗时刻，而能够逆转一切的唯有风云。看了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地表环境恶劣，普通人请不要私自上地表。先生，请等一下。手抬一下。嗯。这边。服务生，陶部长，尝尝用地表苹果榨出来的果汁，和咱们合成的相比，别有一番风味呀。哎呀呀，地表苹果，得给天涯带几个。听说地表的变猿猴凶狠异常，罗总。你肯定费了一番功夫吧？陶部长过奖了，为了32号地下城的子民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呦，看路啊！哎，抱歉抱歉啊，走路长点眼。李三儿，果然办事牢靠，不愧是我的王牌。
有个大活，但是对方要跟你面谈。小爷我的规矩就是不见人。哎，别跟钱过不去啊，你不是还要给人治病吗？老王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先生，人带来了。大佬，至于搞这么神秘吗？王老板说你是人肉 3D 打印机，只要是见过的东西都能做出一个外表一模一样的赝品出来。全凭图片定制，很贵的哦。按照我说的做，这些粮票都是你的，事成之后还有一大叠粮票给你，不答应就把你和这段视频一起交给警察，自己选吧。我答应，不就是做一个黑盒子吗？屋子里的材料随便使用，等一下我们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用赝品去把真品给我换出来。够吗？这黑盒子到底是什么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需要知道。你要是能完成任务，还有更多的粮票等着你。这是到矿区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他会告诉你最终地点，你有一小时时间。这段时间监控会因为例行检修而失效，你换出黑泵再回到这里。黑泵？哦，这黑盒子叫黑泵。地下城每年都有人失踪，不要做多余的事。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这点记性都没有，干不了咱这行。哎，等一下。有条岔路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哈哈。地下城竟然有这么大规模的生产线，乖乖，要消耗多少资源呢？算了，跟我有屁关系。哎呀！
这东西竟然在释放脉能，就是说天涯有救了。哼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小姨我全都要。要不属下去看看。嗯，你们要对我有点信心。哎，剩下的粮票呢？这还差不多。老大，有别的活再找我啊。干嘛干嘛？我记得路，不劳大伙再送。看一眼就记得地图，蒙眼进来还记得回去的路。小子果然有能耐，可惜，可惜。别！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别人说的，江湖中人讲究一个信字。啊，哼，你就那么确信？手上的黑泵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视频你们随便给啊，反正看不清楚。拜拜。你没长眼啊！抱歉，抱歉啊！居然是孔明锁，这么诡异！黑金科技在用脉能武者做实验。上。